史上最难歌舞改编，女团奇招迭出，绝地反击。决赛前夜，两队相争，连胜还是平局。举手力度，该跳起来就跳起来，给我最好的状态。那个幅度大一点，给大家看到。棒棒棒棒！队内 PK 是队友，也是对手。这是一个全新的舞台，而在这里，他们将面临出道冲刺战。开始进来的第一天到现在的成长，在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安慰。在舞台上面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有自信，这是我的骄傲。这是你最后一次后台了。天哪，最后一次吗？好快啊，怎么就最后一次？你在问我的问题吗？感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辛苦了老师，拜拜。这不是结束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本周六晚22点，蜜蜂少女队决战将至。